已经知道空间中三个向量共平面，然后要求我们的未知数 k， 那三个向量共平面就代表这三个向量组成的平行六面体的体积等于零，就像是以前的三条线共一点就没有办法形成三角形。好，那现在也是一样的，这三个向量呢，它共平面，所以就没有办法形成一个六面体，所以它的体积就是等于零。好，那我就可以用第三题的那个方式，我们来算六面体的体积。好 ，U 向量跟 V 向量的外积。好，那外积的话呢，我们就要写进来，三二二负一负一三，再来二一一一一二。好，那我们把它算出来的话呢，是负一三负五。好，那接着呢，跟 W 向量呢做内积。所以 K 五四。跟负一三负五做内积之后呢，要等于零。好，所以负 k 加十五减二十等于零的话 ，k 就要等于负五哦。